如果你想和大海有个约会，就来安那亚黄金海岸吧。沙滩、海浪、孤独图书馆、纯白色教堂，被人称为理想世界的乌托邦，让海风带着咸咸的温暖吹进你的怀里。这个夏天，我要把我拥有的所有美好都分你一半，荡漾在碧波的海岸边，穿过指尖的阳光，再配上冰冰凉凉的天然矿泉水，瞬间吹走了仲夏炙热的焦虑，释放一整个夏天的躁动。关于这个夏天的记忆，就是阿那亚的夏天，是细腻松软的沙子，是落日余晖下的阿那亚，是清冽甘甜丝滑入喉的有矿，是你也是我。